时间乔日同学生病了，现在病好了又回来上课啦。其实我不是生病，我是神秘组织的忍者，到这个学校来执行机密任务。可是这个班里居然有人屡次妨碍我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先解决他。哎呀，老师的粉笔没有了，没事，我帮你去拿粉笔。嗯，我帮小品一起去拿吧。你需要这么多人拿吗？好奇怪，我要偷袭他，看我的忍术！可恶的小品居然这样羞辱我！哼，这可是定时爆炸的臭味香水，只要身上沾到一点就会奇臭无比，保证来不了学校。